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那走六十呗，那剩就31呗，现在差不多整10嘛。假的。预计劝阻全天候，点之于未萌，持之于未发。冒充警察，你胆大了你！我告诉你，今天我值班，你就骗不成。防风险，保安全，筑牢反诈防火墙。一线系列节目《紧急拦截》即将播出。深度洗脑，拒绝沟通。那个的，俺们没事的，就晓得了，对吧？那两个工作室，你们想是能是地产手表吗？谁地产手表？防范重在平时，止损胜在分秒。他知道这个潜在被害人有多少钱。提升群众反诈识别能力，织密反诈防骗保护网。急速响应，一线系列节目《紧急拦截》正在播出。喂，哎，你好，是董是吧？哎，你好呀，我们上海市公安局啊。哎，打电话就提醒你一下，就是昨天大概4月24号下午的时候，有可能你向那个涉诈的银行卡账户转过账啊。就刚才给的钱，几点钟啊？你把对方那些信息啊，该拉黑的拉黑，该删除的删除，剩下的我们来处理。直接上对方的支付宝吗？还是银行？近年来，在强有力的严打高压震慑下，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快速上升的态势得到有效遏制，但是随着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的出现，诈骗手段也更具欺骗性和隐蔽性，因此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对于减少发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您有一条新简讯，好，来一个反诈。亮亮，有一个反诈，发给你了。喂，你好。楼上您。哎，你好，我这边是南京东路派出所的，问一下，就是你之前有没有收到这种兼职刷单类的诈骗短信或者是电话？没，从来没收到。好的，好的，那你现在在家吗？啥技能干？哦，这样的，因为我们民警啊，就是因为接到了这种反诈预警，然后需要上门给你做个核实和上门做一个简短的宣传，好吧？确定，我已经跟他确定过了，不需要。俺们没诈骗，侬干就要干诈骗，还要确定还要啥？不是影响俺的生活了吗？先上门，好吧，先上门跟你确认一下。如果没有，如果确定没有被骗，我们这边也就结束了。就在3分钟之前。上海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南京东路派出所接到一条预警信息，潜在被害人王先生与涉诈人员以短信或电话的方式进行过联系，随时可能落入诈骗陷阱。为了避免王先生发生经济损失，反诈民警以最短的时间赶往王先生所在地进行面对面的劝阻。这个应该是他现在没有短信，但是不保证他以后会不会，就是他还是属于就是这种潜在被害或者是被骗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应该去上门跟他进行反诈宣传，或者是当面跟他核实一下情况。赶在群众被诈骗之前及时展开电话预警、见面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是每一个反诈预警劝阻民警的工作日常。好，联系好居委，叫居委帮忙协调一下，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上门。对，上门就帮他做一下宣传。社区居委会与居民接触密切，遇到王先生这样有强烈抵触情绪的当事人，派出所民警与居委会工作人员会开展联动劝阻，打通反诈预警劝阻的最后一米距离。哎，你给打个招呼。我很。哎，弄好了，哎，这个。弄这个，我咋去的？那，还是。这个弄我去开啥？那出去就了，不是弄阿拉开心就没意思了，对不啦？这随便哪能聊去，是不呀？
相信啊，侬为啥要侬这么相信伊？对吧？假如老老老对个，师傅了，对吧？对个，咱现在是为了阿拉老百姓着想，哎，对，事实高头阿拉没受着欺负，对吧？根据我们现在经验，反诈中心下发的这个预警指令，都是很准确的，一定是和违法犯罪他们那个分子啊，肯定是有过一定接触的，哪怕是有电话接触、短信接触，或者说点了那些不良的一个链接，一定是有一个来源。上海市反诈中心对潜在被害人的预警信息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三个级别，将尚未警觉或者可能被深度洗脑甚至准备转账的潜在被害人定为高危级别，而王先生正是属于高危级别的潜在被害人。听我讲呀，对吧？阿拉不干了。搿只电话本来就挂号是诈骗电话，随后呢，侬因为接了搿只电话，还好警察马上就跟侬讲了，伊后头事体就没了。那啥叫侬前头先打只电话拨我，对吧？我就跟伊讲了老清爽个事体，对吧？侬好确认没受到诈骗，我讲我好确认，又是我本人嘛，电话我本人个，对吧？我好确认个。老师，刷单返利不是光打电话。伊有可能辣盖侬啥么？辣盖侬个 A P P 高头，侬比方讲网高头侬下载个小个软件里向，就成了一个诈骗信息。我才勿下载，阿拉老人了已经，65岁到了，老人了，勿做搿种事体了已经，勿大高兴弄了，对伐？侬搿种半个号头前头来只电话，现在又来，侬讲算啥命呢？对伐？人家勿晓得你有我诈骗了嘞。由于不认为自己接触到的是诈骗信息。自己也没有进行过转账汇款，王先生对于民警的劝阻工作十分排斥。潜在被害人和诈骗分子接触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一个交友的一个目的，有一个俗称就是杀猪盘嘛，先是把猪就是比作这个潜在被害人，把这个猪养肥了以后再进行一个诈骗，这样的话一般这个情况一开始潜在被害人可能没有这个意识，等到他后续反应过来的时候，钱财其实已经有所损失了。搿种我讲了，人家做勿进，侬是勿是能够把握眼辰光？就是讲，我不能啥辰光，俺也是我教育，就像我上课听课一样啊，哪怕我上课可以啊，搿问题勿大啊，对伐？侬讲要帮我上课，上课就行，搿虽然我也接受个，对伐？我接受个，对勿啦？啊，其实都虚的。为啥呢？伊搿物事呢？因为现在骗子手段太多了，侬晓得伐？房子那上当，不是讲骗人，有什么骗有其他老年人老啥，侪有的，有可能侬比较有。上海市反诈中心日均预警量达30万人，派发见面劝阻指令3500余次。对于反诈民警来说，最着急和揪心的就是被劝阻人员的不理解。如何让潜在被害人放下抵触？如何将诈骗分子的手段一层层地讲解到潜在被害人的心里，这是每一名反诈民警都在思索的问题。老师，我们是阿拉片区民警，侬是阿拉片区的居民，阿拉哪一天发生事体，阿拉老急的，是吧？阿拉真的急死啊，搿是。所以阿拉已经老配了。哎，对，已经老配了。我现在勿配，我必须去报。老师，侬讲了对啊，搿是。对不啦？老师，侬讲了对。我已经老配了。看到王先生的情绪有所缓和，民警给王先生举例讲解了身边发生的一个个真实的诈骗案例。民警发现，王先生虽然语气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宣传案例的过程中，王先生明显能够静下心来仔细聆听了，这也代表民警的反诈宣传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我跟侬讲，把侬来讲哩。我不要个奖，我奖出来，我又不退，对不啦？我要小小么子罢了，不要个呀。我而且侬讲好了，我勿得跟居民也好，从来勿跟人家搞，侬讲就来，哎，不需要个。老师，只要侬勿发脾气，阿拉工作就成功了。我就侬讲嘛，对不啦？只要想侬个是。讲述了一个重点类型和他全面宣传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有。接触过他这个类型的一个接触过潜在这个诈骗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样的工作其实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想刷单返利，
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虚假购物、冒充公检法，这五种诈骗类型发案占比接近80%，成为最突出的五大高发类诈骗案件。上海市作为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任务十分艰巨。从2016年建立以来，上海市反诈中心在全国首创了分级分类、递进叠加的联动劝阻机制，更及时、更快速的预警劝阻，最大限度减少电信网络诈骗受害群众和企业财产损失。根据我们的统计，上海的电信网络的被骗人员当中，有25%左右是本社会局的人，75%的大多数的被害人他是流动人员，那就为我们上海的这个见面劝阻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难点。我们对于劝阻民警的要求就是，你要把这个劝阻的对象，这个潜在被害人，要当成自己的亲戚、朋友，甚至父母，啊，有耐心的开展劝阻工作。每一种诈骗犯罪的类型与情景，都与潜在被害人的个人心理相互作用。对于做预警劝阻工作的民警而言，不仅有争分夺秒的要求，同时还需要在短时间内研判出骗局中可能存在的种种情节和潜在被害人的心理因素，从而保证见面劝阻的成功率。最后我先生对吧？对啊，好呀，今朝辛苦侬过来陪阿拉工作啊。是搿个样子，侬也了解一下，就讲上海话了，好伐？哦，是搿个，阿拉上宁个兄弟啊，好像已经跟侬碰过两趟头了，对伐？我想问侬看啊，之前为啥体想去上班呢？通过啥个渠道呢？今天是反诈民警对黄先生开展的第三次见面劝阻。在第一次劝阻的过程中，民警发现黄先生曾经小额多次给不同的银行账户转过账，金额共计2400余元，一共21笔，给不同银行卡号不同的人转账，然后我就把这21笔一笔一笔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一开跟他劝阻了好久，然后他就觉得他就是不信，他就是更单纯跟我讲说，我就是正常的进行交易。刷单诈骗是指诈骗分子通过投放互联网兼职广告，将潜在被害人拉入指定微信群，以完成刷单任务发放红包为诱饵，引导其注册第三方软件进行充值，骗取钱财。第一次劝阻后，黄先生并没有认识到自己被诈骗的事实。就在劝阻结束的10天之后，黄先生再次给涉诈银行账户转去了100余元。发现我看了一下，怎么还是他？然后打电话问他到底什么情况嘛？他后面才坦诚地跟我讲说，哦，是那个我想，挽回点损失。民警再次上门劝阻，黄先生终于有所醒悟。但是为了帮其彻底打消对刷单返利的幻想，北新泾派出所的民警决定联合上海市反诈中心劝阻组的民警，共同对黄先生展开第三次针对性劝阻。但是一开始啊，的确是比较小钞票，对吧？到了后头越来越对吧？可是小额啊，我还特意寻了几只大额啊，侬再看看大额的，普通都不能看看。啊，不要觉得刷单侪是小额啊，刷单刷差不多比这几百万还有啊，清醒嘛。你做任务就是叠加收入呀，从几千到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于到十几万，再到几。搿是几百块呀，搿是上万呀，好伐？还有只结棍个，我还没拉出来，好伐？拉出来侬还要打不动了，还有这个案例是80万。诈骗分子使用各种手段，
给潜在被害人洗脑，而反诈民警也需要用极致的耐心和细心，增强潜在被害人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心理敏感度，切实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筑牢心理防线。这个不是人家工作之余嘛，想是弄个地产钞票嘛，实地产钞票，那么也地产根本那地产，我讲为啥地产呢？一个干一个弄那种乱弄了，一个，那我不能上辈子结婚，是吧？骗子也有自己的话术，骗子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我骗子为了去骗一个潜在被害人，他们花的力气、花的力度去研究、去渗透，也是花大价钱、大功夫的。他们会通过各种的非法手段去获取潜在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生活背景、家庭背景。甚至是一些资金的方面的一个流动，他知道这个潜在被害人有多少钱。预警到人，劝阻到心，在民警的悉心解答中，黄先生终于意识到，此前与诈骗分子联系的过程中，许多不符合常规的疑点。不知道我到问题，就问到为啥体干好事体会得轮到我，为啥三亚四人会得轮到我了呢？还好侬现在哪能讲呢？也算是个及时止损，虽然就损失，但总好过搿些人伐？勿过我没搿伐？搿些人伐？上海市反诈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防范为先、打防结合的工作理念，不断提升市域诈骗电话、短信、网址的阻断拦截能力，严防诈骗信息流入，进一步织密防骗保护网。打造了具有上海特色的圈层保护体系，间接毙损86.9亿余元。像今年1月份以来，我们日均的预警量已经达到30万人，平均每天通过 AR 机器人拨通的劝阻电话，是平均每天2.1万通。我们预警的界面劝阻指令的下发，近期已经达到了每天3500条。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实现了连续4年的电信网络接报击锤数的下降和立案数的下降。电信网络诈骗不是简单的社会治安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必须立足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才能不断挤压犯罪空间，铲除犯罪土壤。上海市公安局实现精准、快速、有效的预警劝阻，实现最大限度的降发案、减损失，有效遏制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的态势，更加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心房难开，拒绝说出真相。他对我们有所隐瞒。骗术升级，深陷诈骗泥潭。咋走这儿是呗？那剩就31万。未雨绸缪治理，打防管控并重，急速响应一线系列节目紧急拦截正在播出。喂，哎，你好。哎，你好，我是那个政府大邱派出所民警。你是郭鑫是吧？那个我们这个公安机关在侦办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发现就是你有一张尾号为4109的银行卡，往这个嫌疑人尾号为1642的卡上转过一笔钱，金额为12800元，有没有这么个事儿？在牟平哪个位置？就是我们需要这个去和你见个面，然后就是具体当面了解一下是怎么个情况，因为你可能不是我们，不是我这两天不跑了，我看就是去了以后去普通他们去找到他们，找到他们以后，然后说真的有问题了，我给你们报告一下。不是，你听我们的啊，这个卡号本来就是骗子在使用的银行卡号，你知道吧？2分钟前，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政府大街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一条资金预警信息，
受害人郭先生向涉诈银行账户转账12800元。民警决定立即前往郭先生所在地，面对面地进行劝阻。因为他现在这个金额就已经在这儿了，如果他还继续相信骗子的话，他可能会转更多的钱，这个损失更大。因为你每个人的财产能力是不同的，如果他是用网贷的形式或者跟朋友借钱的形式的话，这个对他以后的生活，他要偿还这些债务的话，是有很大的经济压力的。哎，你好。你好啊。是啊，上午那个是烟台市公安局民警，我知道，烟台市民警啊，我知道，没事。那个就是你不是有一笔一万两千八的转账吗？啊，对啊，你这个转账，你说你买这个家电啊？啊，小心你哪个朋友买的？啊？是通过哪个朋友买的？我们姓张弟的。就是在河南那边当地，你认识这个人是吧？我认识这个人。你认识这个人，就是你和他交往很熟，你就和你发现比较熟。他会放在我那儿压力有货了，如果他在你那儿压力有货是吧？啊，他给我碰了货，没货了，我肯定会，我把他东西我肯定不给他钱，肯定不会给他结货款。啊，就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上级预警，就是你转的这个账户。他近期可能涉及到多起诈骗，就是郭先生说，12800元是作为定金转给做电器生意的客户，自己并没有被诈骗。他的一系列反应吧，都是比较怪异的，包括他说话，就是一个是支支吾吾，另一个微信也是这个被封了，啊，而且他吧。你问他话或者让他操作手机，他手都是抖的，啊，明显就是说他对我们有所隐瞒。他今天要过，不要相信啊！你不要相信，不是相信。你怎么，我们都穿着警服，带着证件在你眼前了，你宁愿相信人家骗子，不相信我们？不是，我相信。这是我捧，我捧他，我说。我们来的前一刻，你还在和他联系啊？现在5:07，你和他14:30还在联系啊？我和他联系，我都你给我众筹怎么样了？我都不是跟他讲众筹，我众筹咋样了？我不是跟他。郭大哥，你觉得你现在还？可能性不大，你也我听他说可能性不大。不要说是没有可能啊？什么可能？是你是100%被骗了？哦，我知道他退了3000，我说。后来我不是看看他能再给我追回来什么的，我问他，我不是说叫上午催他来，我一直催他。郭先生认为，如果对方是在诈骗，自己就不可能收到3000元的回款，而且他还被告诫，如果公安机关进行询问和干预，就不能再继续挣钱了。之前操作过，但是在里边盈利了，是吧？是不是盈利一点吧？盈利一点啊！就是你之前操作过，他给你赚了一些钱。另外平台好多人都在一直他们有几个月跟着他们有几个月了，都是托啊，不是真的，不是好里头有几百人，上百人，他都是托的。就是说哈，他可能建一个群，里面100个人，就只有99个人都是骗子，他们是一个团伙，都住在一块儿，你知道吧？这一个窝点里面就好几十个人都在一块儿。就一个人手里面好几块手机，就为了骗你这一个人，这一个群里面100个人，只有你一个人是真人，剩下的人都是人家的人，你明白吗？因为我们之前也都出去，这个钻掉过这种的诈骗窝点，你知道吧？我们过来，就是和你说清楚，你现在我们就明确告诉你，你不是被骗了，知不知道？在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中。郭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的事实，决定跟随民警前往派出所报案。我知道你们说肯定是对我好了，我知道。不是，关键你得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我意识啊，走，先走，我知道。中午你说了，我这会儿意识过来，走。意识到了啊。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确实是会遇到多种多样的情况，看似在跟这个群众在争时间，实际上我们是。在跟骗子在交手，
这个诈骗团伙呢，他会根据我们公安机关的一些这个工作措施，他们也会变化自己的话术，变化自己的骗局。这个时候我们的从事预警的同志呢，就要及早的去发现骗子的变化，见招拆招，我们也要去做出一些。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形成了全省一盘棋。因为现在是一个社会大流动的时代，人流、物流、车流，所以说我们的区域越大，我们的时效性会越强，这种流转的时效性会越强，那么对群众的保护就越好。那你谁转的？我转的。好，你这是一嘛情况转的呢？哎呦，他说的跟下来拍个照，拍个照片啊？他说的跟那真事儿似的，他啊。公安局能以电话办案吗？哎、是不是啊？公安局，我跟你说，任何公安局不会以电话办案，是不是？都是现场，都是现场办案，咱这走，抓紧抓紧。两天前。正在田里干活的赵大姐接到自称是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告诉赵大姐，她涉嫌参与洗钱，要求赵大姐将银行卡中全部的钱款都转到对方提供的所谓安全账户中。这个村正在拆迁，拆迁款刚打了，刚打过去有不到一周，我们相信这个事儿，因为很严重。为什么拆迁款刚打过去，就被资金量很大，这是老百姓一辈子这个积蓄。当民警赶到赵大姐家中时，发现诈骗分子已经用远程操控手机的方式转走了赵大姐20万元钱。就这卡转走了。卡转走的。手机这俩，因为哪个手机啊？这是谁的？这俩手机都是的。这谁的？这谁电话？你不是谁电话？这是那个人的，那个人的、这是那个人的张文斌。那种快点写，快点写，我给你说。你别走。哎，张老师啊。哎，我今天晚上吃饭吃的有点晚，哎。张老师，开着呢，你开着呢，开。开着。哎，张老师，手机还没有吗？没慌。他准是听见了，他给挂了。你们也是啊，以后千万只要是动钱的事儿，千万别动，对，明白吧？见两面才动的。
弄明身份证吧。你那个家头知道吧？大门那弄。哎呦，你怎么心直啊，哥的？哎呦，你妈！他说的跟真事儿似的，俺寻思那公安局的他骗你吗？你见公安局了吗？你这我问你，你见了吗？见人了吗？你这公安局的？我问你，你见人了吗？公安局的？你没见人？你没见人，你就信吗？他照的那个嘛，照的那个警官证。没脸那还照？你照嘛？照的哎呦！一定不要信，公安局办案不会一电话办案。无论任何部门，不会政府部门都不会以电话形式办案。他这个是通过一接近两天的洗脑，每天你看他每天要给每天早中晚都要给骗子视频过平安，这两天整个两天就是操作这种过程，一直控制他。你这种情况不上局里问公安局办案，你不上局里问一问去吗？你还不让说了，不是那啥。眼见赵大姐已经思维混乱，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民警将赵大姐带回派出所，同时与她的儿子进行联系。他已经深度洗脑了，不相信我们，要让他人知道这种是诈骗的，这种是骗他的，是骗他的。通过这个带到所里，他知道这个所是真实的，不会是在网上或电话上虚假的。得益于民警的及时劝阻，赵大姐终于明白自己陷入了一个冒充公检法人员实施诈骗的陷阱。那后来您反应过来是这是诈骗之后是什么心情？哎呀，什么心情啊，一宿也没眨眼，也没睡觉。你抓住人家挣着的钱容易吗？整天喊愁黄土背朝天的，赚了20万，赚走了20万，还剩了31万，这是仗着派出所的同志气了，没赚走。我非常感谢派出所的同志们，也不把我的钱就全赚走了，赚走了我也活不了了。与当事人见面以后，要把他的手机当中的涉诈的 APP 进行下载，进行勘查。同时呢，我们要向他宣传反诈政策，安装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给他签订这防范的一些告知书。有的群众被这个犯罪集团洗脑之后，即使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民警也跟他见面谈了，但他仍然不相信。我们最后还要找到他的近亲属。未雨绸缪治理，打防管控并重。山东省公安机关强化组织领导，注重科技赋能，健全工作体制，加强部门联动。一个多领域、全方位、立体化的反诈防诈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你怎么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觉得这就是公安机关最好的体现，是吧？我们已经发现了潜在的受害群众，那么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我们最大的限度去减少犯案，降低损失，真正的把群众的潜在的捂好。